体现这个根本法，而这个根本法呀，也还要也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示范，说这个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法。欢迎依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本法起草委员会。我。3年零8個月，每一个香港人都知道讲的是日治这段历史。那4年零8個月，大家又知不知道呢？事实上，两个都是香港历史上重要的一页。不同的是，3年零8個月带给香港的是灾难，而4年零8個月带给香港的却是新生。一搞、两搞、三搞、四搞，搞来搞去，不知怎么搞。谭慧珠读的是一对对联，是基本法起草委员李福善出给同事的，正好是4年零8個月起草基本法的写照。起草、咨询、修改、再咨询、再修改，几上几下，每每山重水复而无路，又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个对联我们结果没人对得上，因为它的搞字和个稿字呢，在普通话里面是同一个字，太过精彩了，无法子对得上。这个基本法其实的过程是非常值得欣赏的。早期呢，我已经跟很多外国的朋友说，喂，你们做宪法有没有这么开放啊？1985年7月1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选择7月1日是因为12年后的这一日，香港将会正式回归中国。不过草委第一件要讲的不是基本法，而是起草基本法的基本法，就是工作的章程。头头就说我们开会一定要保密的，不可以即是跟行政局那时候这样的方法，不可以跟出面讲的，要摇珠反对，那我当然支持他了。廖瑶珠的反对结果获得更多的支持，而且不单止可以讲，终变成制度。每次开会之后，都由政府召集人开记者会，交代会议的进展。今天很开放，是吧？第一稿我来咨询，跟着又有第二稿再咨询。我是很开心的，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做一个宪法会这么公开的，个透明度这么大。六四之后呢，第三稿咧加咗幾樣嘢落去，嚇，同埋好弊啊！1988年4月，草委會公布百花齊放嘅徵求意見稿，俗稱第一稿。第一稿喺香港同埋全國各地進行廣泛諮詢。到1989年2月，經過多處修改之後，形成有主流方案嘅基本法草案，即係第二稿。二稿之前咧，就應該是1989年1月，就內地的草委嚟曬香港就考察，因為佢聽到我同華叔就話香港人好支持民主，咁佢哋咧喺工商界嗰啲草委度就另外一個消息，得到另外一個訊息，咁不如我哋自己嚟考察。考察嘅最後一日，草委李嘉誠喺當時嘅希爾頓酒店顶楼的应酬餐厅宴请全体草委。咁内地啲草委同我倾咧就好开心，佢李委员真系啱啊！你讲得啱，香港人真系好想民主。佢话我哋都觉得香港应该有民主。咁所以咧个第二稿嗰度咧就写咗咧系选特首同埋选所有立法会议员咧，最终咧都系普选产生，由嗰阵时写落去嘅。第二稿又再諮詢修改完善，最後在1990年2月定稿。在第二稿投票的時候，仲發生了一段插曲，有兩個委員所有的條文沒有一條贊成。所以我們就說，既然這個只是第二稿，還要在香港諮詢民意的，那不如我說，我華叔，不如我們這樣，我們不喜歡的就反對，就算喜歡的我們都棄權。咁即係就
所有的條文我們都不會贊成字。這個兩個人說在起草委員會是最麻煩的兩個人。我當時我們就給他講道理。今天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呢，他就說絕大多數都通過了，只是有兩個草委就沒有一條贊成的，李柱銘和司徒華，我們就對他很失望。怎樣實踐一國兩制？套用鄧小平的說話，就是摸住石頭過河，所以一部規劃香港未來的基本法至關重要。其實起草基本法的過程就是實踐基本法的一次預演，針對可能出現的變化作出妥善的安排和處理。基本法的每一條、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经过草委的反复讨论、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不过大概没人想到争论最激烈的其中竟然是有个标点符号。基本法第六十四条就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要对立法机关负责。那负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辩论的时候一路在这里草拟为这件事最得閒度咧，係炒咗六個工作小時，炒乜嘢呢？就係一個符號，一個冒號。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話，特區政府要對立法會負責，之後有個冒號，列明要執行立法會通過嘅法律，要作施政報告，要立法會批准財政預算，要答覆質詢。冒號拗咗超過六個鐘頭，主要係好多人認為，除咗寫嘅之外，還有監督和其他職能。於是蕭慧雲就去問周南，當時他和英國的代表商討聯合聲明，關於一句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是什麼意思。周南在對方得到的答案就是好像現在這樣，意思就是8284那個時代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的含義，於是就寫了後面那幾項的內容。用了冒號，意思就是冒號之後的內容屬於負責範圍之內，如果改用逗號，意思就會變成除了這幾件事之外還有其他要負責的內容。基本法的解釋權呢，又是一個很長很長的爭議，差不多我們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直到我們了解了歐盟的運作，這樣才是接受了怎樣是解釋。我記得一開始第一句，個本法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我反對。李柱銘認為普通法係一個最重要嘅精神，就係立法機關立咗嘅法就唔使管啦。法律點樣解釋再唔關立法者嘅事，解釋係法庭嘅事。咁後來咧就吳建凡咧，而家都過咗身啦，佢就掹埋我一邊，即係。休會的期間，他就說李委員，你不可以反對這條，因為我們的憲法是這樣寫的，我們全中國包括憲法的解釋權都是人大常委，那你第一條你就不能爭取的。李柱銘最後接受了吳建凡的意見，同意了第一條，然後就繼續爭取哪些應該由人大解釋，哪些應該由香港的法庭解釋。其實呢，我們是有看過加拿大，有看過英國，即是一個國家裡面可能有兩種的法律體系的，是怎樣處理這些問題都找不到個滿意的答案，結果就在歐盟那裡找到。在歐盟，所有參加的成員國都簽署了羅馬條約，規定如果羅馬條約的條文是一個判決的關鍵，需要作出解釋的話，这样无论你是德意定是英国，大陆法定是普通法系，都必须向卢森堡欧盟法庭取得解释，按解释来判案。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少量在香港惨淡维持的纺织业老板，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踏上了珠江三角洲的泥泞路。20年之后，香港的制造业几乎全部搬进去内地，当中他们经历过什么遭遇呢？请收看下一节《北上机遇》。
香港工业在经历六十年代的辉煌之后，到七十年代后期，由于土地和劳工两大要素都遇到成本高昂和供应有限的问题，工业发展进入樽颈状态。即我当年打工的时间呢，即是一九七几年的时间开始打工的时间，香港都比较上是可以做到工业的，即七十年代中期是可以做到工业的，即厂房租金、人力、电费政策都是可以工业的。七十年代尾的时间是已经是比较上困难的，请不到女工的，地方贵，租金高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香港厂家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成本平，费用低啊，咁又好多工人，用唔尽咁多工人。话你要请100个有100个，要请1000个有1000个。好啦，虽然大陆嗰阵时咧，有啲道路又唔得，电又唔得，水又唔得，政策又唔得，好多嘢都系蒙查查，唔规范。咁但系咧就，总言之咧就你香港嘅厂家咧。话知你是大企业又好，中小型企业好咧，佢都一律欢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政策规定外资在税收等政策上享受特殊的待遇，但系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尚心存疑虑，好多有规模的商家企业都不敢贸然进去。首先放手一搏是那些在香港难以生存的小型企业，因为佢喺香港咧。不受到政府的重視啊，亦都請不到女工啊，成本又上漲啊，競爭力又低啊，所以冇辦法，被逼都要走上去大陸啦。因為冇政策嘅，冇水冇電冇路冇電話，乜都冇嘅。咁我上到嚟嗰啲書記咧，就擒帶我上個山頭上高。嗱，佘生，呢個山頭咧，去到嗰度咧就我管。嗱，去到嗰邊都仲係我管噶啦。呢度咧，你任何一個地方咧，你去邊度起廠都得，冇問題。如果你要哪裡我就畫給你，是沒什麼所謂的，就是說你在這裡起間廠打橫又得，打電又得，隨心所欲，條路是你在這裡他們開條路，你在這裡在那裡開條路去那裡。由於政策不規範，香港廠商在內地設廠經營亦都遭遇很多苦惱和困擾。當時就很多政策都沒有的，慢慢在這裡加很多政策出來的。好啦，啲政策加完之後咧，有啲就反駁嘅，有啲會撞板嘅。咁我哋見到啲政策咧，有時都係唔合理嘅，即係碰壁嘅。咁有時你講我哋試過咧，就話三尺乘八尺嘅鐵板，四尺乘六尺嘅鐵板，唔得嘅，即係話嗰個材料啊，咁啊變咗係犯規嘅，因為個電腦入咗四六尺同三八尺，唔得嘅。好啦，又試過咧。你寫 Japan 寫呢個東京係唔得嘅，因為我哋報關咧係報日本，但係佢出口咧佢寫東京，咁又唔 OK 嘅。我亦都試過咧，即係話漢城同南韓，咁海關亦都唔批嘅，打翻轉頭嘅，咁啊要罰錢嘅。咁我哋咧又要爭取講一大餐耶穌咧，咁又 OK 嘅。就喺呢一種不停嘅違規理論同埋爭取之中。香港厂商在内地越做越大，迁入内地的工厂亦都越来越多，他们在内地生产的商品经香港再转口到世界各地。八十年代是香港工业由 Made in Hong Kong 发展为 Made by Hong Kong 的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短短六年间，内地成为了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和珠三角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亦都渐渐成型。呢種我哋都係叫做來料加工啦，咁又係話香港去買材料啊、接生意啊、同埋資金啊，就喺香港做操作啦、運作啦，總部就喺香港啦，指揮中心就香港啦，設計就香港啦，咁又將啲生產嘅工藝又搬去大陸啦，咁呢度就係叫做前店後廠啦，呢啲就當生產模式。回顧當年喺內地開廠嘅經歷，佘繼彪先生似乎仲係感受到當時嘅壓力。因為擔心嗰時嗰個大家嘅貿易啊，往來有冇唔暢順啊，政策有冇大家拗撬啊，咁海關有冇大家唔配合啊，咁啊稅務局有冇大家又唔配合啊，咁啊中間嘅政策我哋都係擔心，因為實際上我哋嘅每日嘅運作就係由大陸做好啲貨出出嚟香港賣俾送發人，如果你有多少棘手嘅時間咧，咁我哋都企曬喺度啦。當時
内地的部分体制已经改革，但是部分体制仍然实行旧制。在那个混乱时期，不熟悉国情的港商稍有不慎，难免有损失、破产，甚至要受奴役之苦。有些厂家因为转厂，海关转厂报账报得不清楚，还有部分的材料可能因为没有转厂而内销了，最后十几亿的生意是执了粒没了，整间公司倒闭没了。我们身边也有些朋友因为种种原因也都试过真被人拉了去坐监。不过大多数的港商都在混乱之中摸索出经营规律，仲赚了大钱。我本人就在1979年的时间是一个小股东的身份就上来大陆做事，帮老板做事。后来离开之后，就是我们真的因为大陆的机遇，我们由什么都没有，一条虫变一条龙。我什么都没有，你刚才见到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是大陆的开放改革赚回来的。改革开放不单止促成香港的经济转型，亦带动内地的经济高速增长，香港打工仔亦开始北望神州，寻找商机。在香港经济持续不景气、失业率高企的时候，打工仔最经常讲的话题就是北上。内地就是 in， 移民就是 out。 in 就代表流行， out 就意味着过时。不少善于捕捉机会的香港人毅然上内地尋找商機，人才流替代了資金流。跟蛇雞標一起的叫做蕭偉明。蕭偉明在1990年代末畢業於香港大學工業工程系。對於他來說，北上意味著去尋找一個更大的舞台，而不是好像早期先行者那樣尋找遍地黃金落土。其實畢業之後找工作都找了一段時間了，但可以咁講啦，即係揾嘅工都係需要上嚟大陸做嘢嘅，咁我都上嚟試一試咯。當時嘅諗法都係嚇，咁做落去，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上嚟之後，我覺得可能接觸面仲廣咯，可能即係各方面都有機會接觸得到咯。即係蛇山亦都俾到機會我，咁慢慢由工程師慢慢做上嚟咯。隨住工業遷移到內地，香港的專業技術人員被雇主派去內地督導生產線，培訓當地工人，以及檢定製成品的質素。其實初初上嚟係語言咯，溝通咯，即係始終一香港長大都係對啲普通話都唔係好熟悉咯，即係可能同國內嘅同事溝通咧會有啲困難咯，當時嚇。咁就但係而家其實過咗咁多時間啦，大家都完全冇問題咯，即係溝通大家嘅諗法啊又好啊，或者大家嘅工作方向啊嗰啲完全冇問題。雖然喺內地工作要遠離家園，生活條件亦都冇香港咁好，但係越嚟越多香港人好似蕭偉明一樣去內地尋找機遇。會喺大陸繼續發展咯，我覺得香港機會可能冇大陸咁多咯。即係而家嚟講咧，即係大陸嘅發展咧係比香港會多咯，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在大陸繼續發展下去咧，都係個前景都是好噶咯。其實我覺得香港人不是話會有優勢咯，唔係話會有優勢咯，其實都是大家都是要，大家都係競爭緊嘅。我覺得佢同大陸人。過去100多年嚟，香港一直充任中國視窗同埋橋梁嘅角色。中國入世，中港經貿原有嘅格局起咗變化。在變化過程中，舊的機會喪失了，而新的機會亦都同時出現。香港人只有在新的競爭中採取主動，發揮優勢，才能夠贏得勝利。1975年，一艘載住4000多個越南難民的船在香港附近海面沉沒，一艘經過的丹麥船將他們救起，送了來香港。香港因此就成為了越南難民的第一收容港。咁之后嘅10多年，香港点样深受呢个第一收容港嘅困扰呢？请睇下一集《难民集港》。